请梁主席慈悲前到一鞠躬，昏到一鞠躬。主席午安。主席午安。
了咱，会当了咱一条心。如果下干啊，咱只安尼去，啊，剩的呢，剩的搁足济呢，哦，剩的搁足济呢，啊，是毋是安尼？感觉拢较可惜，因为咱这个活动建设的，哦，咱这个活动建设的，就是要予咱较济。咱用心的人，叫咱做伙，吼来完成咱做事业，啊，把咱老师呢，把咱需要机会来伊的任务。咱每一个人从入门来，感觉就是真正的。咱有法大清楚体会着讲，来到这个世间，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有伊的任务。包括出世间的囡仔，伊出世来，嘿，伊真了都伊的任务来，嘿，咱何况咱这人，刚刚听着人咧讲天意，但是讲天意有啥事啊？你唔知影，你听无啊？你真正听无？但是。今天今日在讲天，在讲天意啊，所以因在讲天意，因嘛是嘛是伊在咧鼓励讲，咱哦，既然呾来，爱赶紧，赶紧大方作证，哦，啊，将咱迄个职工老师哦，一并关心，哦，啊，无因关在过来呢，像咱伫咧做事。伊会来袂，一定来。但是进来袂，伊说无人知影。但是你若看伊三十三天，迄个四到天，伊啊，伊原在伊咧讲钢筋相关的，哦，伊原在伊啊，因为咱培养伊，哦，是袂讲。一万块八万呢？如果咱也无好啊心，好啊做，你讲有法当？当想迄个万八年呢？无可能，你去哩，念伊倒。但是你去哩，念伊倒，你敢过会当拄着咱迄个大开普渡？无一定哦。不一定拄会到，啊，所以等钱、趁钱，搁有这个辛苦的时阵，爱赶紧做，爱赶紧用，哦，啊，因为咱时间啊，就个迄个，吼，咱不来耽误咱，咱的时间，但是咱大人，咱所有的动手呢？重点就是讲，我前暗有带人出来求道，吼、哦，啊，今仔日无啊联络啦，吼、哦，也希望咱后日体悟班，吼、哦，一定爱联络人出来，出来听。啊，无因，当咱求道了后，啊，你无叫人出来听，哦，因当会当去了解讲，啊，咱。即世来是要创啊！杨先生啊，咱来咧听，都无去迄个了悟了讲啊！我即一生，我即世来是要创啊！所以也对讲大个吼，啊，所以各方面拢要来听。下安尼，咱是作善业，带人来求道，结果无把握机会来了解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呢，咱何阿如讲，赶紧。四百几个，吼、哦，毋是迄个讲三四十个，遐济人用到，啊，结果无叫人来听，啊，就不行，吼、哦，哎，咱互人，吼、哦，叫咱上面啊，但是咱互人讲，吼、哦，咱大家吼，拢是迄个过失啊，一定无就讲啊，一定爱叫叫出来啊，
遮啊，祝咱身体健康，阿万事如意，以上。各位亲人午安，大家。